这个轮胎紧，好了，紧的它上面有力了，这个槽子正好对着这个，把它往上，往上，这个卡住，这样就好了吧。 他们就坐了，我给你听。哎，对对对，要不要我们拍？拍的。哦，OK。就是一步一步就这样拍下视频。重新来。我们上下压盖是一样的这种。哦，不分。 你不要弄，给他弄，他拍视频的。我订两个了啊。哦，下一个是什么？你先跟我们说，你不要做先，你先跟我们说。下一步装这个吧。装一个，就是先做这两个。 天心轴放上去，然后把抹点油，先行轴上上点油，再把轴承这样大头朝下，把这个工装放上去，往下敲。 这个是干嘛？这个压根里面放一个卡簧放在那个中间，里面。哎。哎呀，没拍到，没拍到。重新拿一个卡簧做一样，再拿一个卡簧做一样。 把压棍放在地上，装一个卡簧在中间，装下去。哦，行。然后再把这个轴承壳外壳，这个口大的朝上面。
再敲一下，反过来再敲一个。这里面装好了，倒过来，然后反过来，看，像我们全知道上面还是下面的，一样的，两边一样。然后装好了就把它套在这个接衣绳这个上面。上面再弄个图层。小的面朝下，然后再把这个地方套上去，敲。要摇它，摇它，听到里面有间隙没间隙的，要敲到没间隙为止啊！摇的没间隙，但是还要转，没间隙，但是还要转。啊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啊。
能干。这个叫什么？欧云圈嘛。欧云。欧形圈。欧形圈。欧形圈套在偏心轴这个。哦。搁在槽这个地方。放在这边就装不上去，就最多的这里点放在这里。
那这个怎么放？什么方向？看清楚。这个，把这个槽子对着这个飞行轴这个上。哦。对着这个槽。然后这个东西是朝上的。啊，这个朝上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在上面。这个倒脚的放在外面。错，应该是这个在外面。应该是那样收的紧，他要这样子放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发现到这样子是错误的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好的，你就让他们这样子。马里通通帮你这样子放。这个面朝下嘛，它接触面大嘛。不要了。这是黄经理说的。太紧了啊！这个你加的黄油，它一转起来它就好了。油加的，它本身有一点刺，它就是感觉太紧了。不要紧的，用黄油加了。你要是当时就太松啊，它那个一上去一天一转，它那里面在里面晃了。